不用，拿去吧。拿去吧。行啊，你把那个过了那个包拿掉。堆起来，堆了。这个，把那个，把那个柴，把这个，这个是吧？对对对，拿走。还有吗？哎，红总。不啊。行，这不啊。不用，不用。哎呦，红总。哎呀，拿去吧。行啊，你把那个过了那个包拿掉。堆起来，堆了。这个，把那个，把那个柴，把这个，这个是吧？对对对，拿走。还有吗？神兽长还这个样子啊，一口獠牙还吃人，跟传说中的差的有点远了吧？假玄武那是什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有点像。难道这只大王八就是几百年前薛崇害的屠戮玄武？爸，管他什么屠什么什么鬼东西，咱们不是说好一起行侠仗义的吗？今天如果打败这只王，五分钟啊！说再买个大镜子，反正你觉得又不是你自己花钱，你买个那个镜子干嘛？不是那天顺手我就把它买了。顺便在网上买个那个镜子，我又不是不给你包啊，你就你买个这个，买来两天就烂了，这是要干嘛？笑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它这么脆弱。西吧，我怎么今天那么胖？哎。